我觉得真的很大胆，我自己都相信不到我自己可不可以做到，即是我很多谢嘟嘟监制啦、Sandy 啦公司啦，即是给了一个这么大的机会和肯定我，给我有这个信心勇气去做到这个角色啦。你讲到去日本不玩了，那你自己有没有帮自己接下来的假期计划？嚟紧嘅假期啊，哇！嚟紧嘅假期咧，我相信咧，我首先咧会有一个星期嘅时间，我希望可以日日喺度瞓觉啦。因为事关开本尊嘅时候咧，嗰、那个时间我哋真系冇瞓过觉咁滞咯。希望即系嚟紧呢个星期，首先我就瞓觉啦、食嘢啦，因为大家都见我都好似瘦咗好多，我唔知点解咧，反而拍完剧之后咧，依家反而暴瘦咗。咁我就希望自己喺呢段时期休息一下，食多食翻多少少嘢，等自己可以有翻个体力。有咩想做呢？你除咗食同瞓。系咧，我唔知点样成日好似只猪咁，成日识食同瞓嗰啲。或者啊，你真系问起我添，我究竟呢段时间可以做啲乜嘢咧？或者做下运动啦，我又中意打 golf 嘅，咁我可能自己去下打 golf 啊，去沉淀下自己啦。因为其实真系过往嘅一年，我都不停咁工作工作，每一日都系工作。我反而想喺呢一段时间可以沉淀下自己，去睇下书啊，或者去接触下啲大自然啊，去影下相啊，学习一啲新嘅嘢。因为我中意影相，但我又唔识喎，咁所以谂住喺呢段空档时期学习习下点样影相咯。我一定又有无聊喎。同事请教，啲好多同事都中意文青型嗰啲影相噶。系咧。即係有冇有冇邊啲好同事可以介紹到俾我識，可以叫佢去影相咧？畫先得啦 ，IG 應該揾到㗎你。IG 我唔知邊啲同事中意影相，因為咁你留意下平時邊啲同事喺度攞住部相機係咁周圍影嗰啲就知啦。就係冇，就係除咗你哋咯，就係除咗我見到係你啊，就係你成日會攞住個鏡頭，係咪可以叫你哋教我影相咧？影唔到嗰啲文青感覺出嚟啊！即我都希望即請教一下幕後台前幕後啲大家啲同事教一下我點影相啦，因為我真係好想由零開始去學習一下嘅。